Hello， 我系赵子颖阿wing，咁后面就系我份 work 啦，佢叫逃跑练习 escape practice。呢份 work 系一个尝试去将我嘅潜意识思想去表达出嚟，我好想去摆脱束缚，咁束缚可以系一个地方或者系一个既定嘅模式，甚至系一个 mindset。我喺做呢份 work 嘅时候，我其实冇一个好清晰嘅 idea 嘅一开头，呢幅画嘅过程当中花咗好多时间 struggling 咯，即系会谂紧我究竟做紧啲咩啊？点解要咁样画？我究竟为乜要画？再加上因为嗰阵时有呢个 honest project 嘅一个压力啦，好影响我嘅创作时候嘅心态。咁去到我真系觉得咁样嘅状态嘅我真系唔掂。有下钉就系觉得，即系其实系我嘅呢啲思想系一直喺度框住我自己，限制住我自己，唔俾我自己去自由咁创作。所以当我有呢个谂法嘅时候，我就决定我唔理啦，我索性将佢投放喺个 canvas 上面。 當然啦，我唔覺得話完成咗幅作品，我就會真係可以 free my mind。但係我會希望呢份 work 係個提醒，提醒我以後創作嘅方面唔好咁畏首畏尾啊，唔好咁俾自己嘅既定思維模式或者其他人嘅言語去限制住我自己。 要有意識知道自己係被限制住，然之後去努力嘗試跳出個框，希望都可以提醒大家。